快来加入第六届放飞世纪吧，探索永续发展，一起嗨翻天！哟，每学期一次的放飞世纪又来了。第六届放飞世纪将在4月10号的早上10:30到中午12:00重回梯洞中庭，以永续发展为主题，我们准备了4个超酷的游戏关卡，绝对让你嗨翻天。不止如此，我们还有一个全新的挑战，就叫做即问即答口说魔王关。在这里，你不仅可以练习口说英文，还可以和大家一起讨论如何保护我们的地球。只要完成活动关卡几点，就可以获得英文任务分数，还可以换取炫酷的奖品哦。另外，参加英文口语挑战，不仅可以提升语言能力，还能多拿英文课程的任务分数哦。无法亲自参加活动吗？没问题，我们为你提供了线上的奖励活动，答对一定题数的问题，还是可以获得英文课程的任务点数。别错过这个机会哦，来一起玩得超嗨，学到新知识，还能为地球尽一份心力。我们在第六届放飞见。想了解更多信息，立刻上双语中心网，让我们一起在乐趣中掀起一场永续革命吧。